车子尤其这种机械，从小我就是喜欢这个机械，热爱就是喜欢它。车厘屋汽车百货总经理卓峰敏一谈到车，难掩心中的热情。回首当年一头栽进汽车维修业，他娓娓道来：因为我有修车技工执照，所以又爱车，然后就开始从 pit top， 就是从保养厂、修理厂开始。两年多之后就被调到这个门市里面来管理门市，从进货、采购到广告行销，从技术到卖场，然后到店头的一个经营跟管理。科班出身，技术本位，对维修保养与商品的专业知识，不仅带给卓峰敏广阔视野，更是车厘屋在外商环视下以本土品牌之姿崛起的关键。车子是科技的产物，是工业的龙头，是每天在进步的，你每天都得一直在学习，把顾客的车子当作是自己的车子来做，来经营深耕的服务，有时候让顾客可以满足，解决顾客的问题，让顾客离开的时候是满意的。车厘屋如今已是全台最大汽车百货连锁通路，门市遍及北中南东部与外岛。即便创业超过20年，卓峰敏仍抱持最初经营理念，乐观、正能量、积极事物，在这个经营理念里面要求，或是自己本身对这个在经营事业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。那做事情一定要负责。那尤其我们做汽车的那个服务，那一定要很有责任心的去把车子照顾好。那每学会了一个东西，不管是在知识上的分享，或是在于那个公司有获利的，要跟那个股东分享，要跟员工分享。1999年在台北开设门市，车厘屋进行全台拓点、O2O 电商、异业合作、跨足两岸等布局。其中2002年成立企业总部，取得 ISO 认证，建构一化系统，为往后奠定扎实根基。要做连锁，如果没有标准化，就会更加困难，而且也做不好，做不大。所以就开始导入了 ISO 系统。2016年，公司就开始导入 ERP、SAP 整合系统，也就是未来的发展基础，它可以让整个公司的系统做一个大整合。透过我们的 POS 系统的那个过去20年来的数据跟经验，然后现在借由那个 SAP 的系统来去做一个整合，整合供货商，整合消费者端的一个使用的数据，各端资讯的汇整与大数据库，加上各类物美价廉的汽车用品及提供现场安装服务的保养厂，一次满足爱车大小事，成为现在车厘屋的最大优势。卓峰敏以每辆车都需要的轮胎为例，轮胎只要从工厂一出厂就是要认证，安全的品质没有问题，当然还有舒适，还有性能的一个要求。全世界的10大品牌，我们通通是收纳在我们公司，也就是提供给顾客丰富多层次可以选择，又得要 CP 值要高，产品那个新鲜度要刚好。轮胎不是刚生产出来就好，最好是半年，把过去的大数据，然后现在透过电脑 AI 的智慧来去判读，我们都是采用最先进的仪器、机器设备，包含 3D 电脑立体定位，所以这些是拜科技所赐，所以这个设备一定要最好的。那产品磨合速度是最快的，供货链是最健全的，这样才能够满足我们138万个会员的大量的需求。20年来带领车厘屋持续成长，优异的企业管理能力让卓峰敏荣获创业楷模殊荣及台湾百大 MVP 经理人奖项。创业楷模当然有一个职责，就是要分享创业的经验跟那个资源，预计在明年开始来去做开放加盟，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来去做创业。在加盟制度里面，我们已经自己实行了5年的时间了，就是内部员工创业加盟，所以在运行下来
那都是相当的成功。我们在拓点方面的话，希望在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大型店。我们希望把汽车后市场的一个供应链做得更加完整。现在我们也多角化的来去做那个异业整合，包含的麦达康的高尔夫球用品店也是跟我们在同一个那个建筑里面。未来我们也结合了便利超商，也结合了加油站，持续带领车厘屋进化升级，只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。那在公司的愿景，台湾最大，顾客满意，员工幸福，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愿望，希望能够顾客好，员工好，公司好。从黑手医生到企业领导人，卓峰敏与员工携手前进，为车厘屋开创下个20年新高峰。宝贝您的爱车，就到车厘屋。